男的，年龄24，户籍，本地人，学历。但是，你必须好好听我说。放开我女儿！爸，你别激动。爸，这是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。这是我男朋友。 啊，洪叔叔，我叫魏兰。拿着。啊，跟我回家。没事，走。 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男朋友。魏兰，到年龄24，户籍，本地人，学历，研究生，生物制药和工商管理双学位。老洪，人家孩子第一次上门，你别像剩饭似的，好不啦？<笑>你对我干什么呀？本来就是，你这样吓到人家，万一人家跑了怎么办嘛？他敢。 欣欣啊，嗯，你还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话吗？找男朋友的标准是什么？身体素质得过硬，做生意的不能成，找富二代也不能成。哦，记得记得。嗯，哎，你是富二代？爸。 您不能光看人家的外在。对。好，那我就来关心关心你内在的。铁人三项赛，你达到什么标准？今年的斯巴达挑战赛，你参加吗？业余拳击比赛和马拉松，你得到过什么奖牌？爸，您这不是难为人吗？这有几个普通人能得到那么多奖牌啊？对啊，胡叔。 今年东湖业余办吧，银牌。星星啊，嗯，叔叔不是要猜你男朋友的台啊，从老年组同台。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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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该问的我都问完了，嗯。